啊，那边就是澳门了啊。那边是澳门了。啊，对面就是澳门了。哦。右雄这边水路是最大的啊，所以在机场呢有些船啊是开去澳门。对呀对呀。哦，就那个。对，到那边中间呢有一个是空的，对，他们从那边就走去海底隧道了。哦，海底隧道。啊，因为要不然那个货轮啊，船啊，不对。